学校的一个特色的常规合唱课。热爱音乐的孩子们这么小，我也不要求他们声音是怎样的，孩子们是开心的就可以了，真正的达到了快乐的歌唱。我感觉孩子们也进入了音乐中。哇，当时唱完第一遍的时候，我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他们因为是第一次合嘛，随意发挥，你随便跳随便唱，我没有想到反响就是这么大。当时我只是觉得他们唱到了我的心里，特别的快乐，我快被融化掉了。